受到潭美台风的外围环流，还有东北季风交互作用影响，宜花地区开始发生豪雨情况。花莲晚上已经刮起强烈的风，从画面中可以看到餐厅的帆布还有竹帘及摆饰，都因为这强风的影响被吹得东倒西歪，甚至还有餐厅的庭院树叶也被吹得不断发出声响。这里就位在花莲市区的海景咖啡厅，店内的装饰以及布帘都遭到强风吹袭。不过还是提醒大家，从24号开始到27号，天气不稳定，容易有局部大雨。第九河川分署也持续和相关单位研商防汛议题，加强震后崩塌地监控，随时提供大型抽水机及防汛备料支援，并特别提醒县府及公所，淹水热点区域要注意水情观测，维护民众的通行安全。